We all live in a digital world. We all need it to be open and safe. We all want to trust. And to be trusted. We all despise control. And desire freedom. We are all united. Distinguished ladies and gentlemen, dear colleagues, it's a great pleasure for me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 to the next agenda point of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2021 in Poland, in Katowice, high-level plenary panel, investing... 这个涉及到数字技术的一些投资，而且数字领域的启用能力建设。这次波兰是第一次接待这个IGF，目前是这个IGF第16届，在Katowice举办，所以跟我们在一起有很多决定者。 决策者，今天我们可以直接听到他们的一些意见，所以这个让我们非常高兴。今天首先我想欢迎胡里亚阿里马蒂女士，埃塞比亚的创新和技术部长。第二位是 Teresa Czerwińska 女士，她是欧洲投资银行的副行长。 Maria Francesca Spatolizano, ta się Lienhe Głomiszu Zhang, Jishu Tshi, Bangungshi Juli Mishu Zhang. Henny Weide Sienseng, ta się Fagło Shuzi Jishu Tashi. Hajo Wiktor Makarow Sienseng, ta się Latewenia Wajdziałbu Shuzi Wenhi Tshi. Czule Czege Dżiwaj, Women Jehoi Khan Czege Dmitry Czernyszenko Sienseng, Dziuszy Elwosy Fudzongli Dejge Duan Pien. Ale Dziuszy Elwosy Tachwe Arling Arunien Dziedaj Dziuszy IGF De Huetam. Niszymen Siensengmen Szudzy Hua Zhuan Xin Szyge Fudza De Goczeng. 而且它有一些挑战，但是也有一些利益，这两个东西都有。大流行病给我们突出了非常多负面的影响，这些负面的影响，尤其是涉及到企业家，企业家他们必须要。 就是对面一些新的现象，尤其是这个虚拟现实。按照世界银行与波兰企业发展局合作的编写的报告，由于大流行病的影响，32%的波兰公司开始或者增加使用互联网社交媒体专用的应用程序或者电子平台。 所以，这是一个显然的过程。所以我现在想问大家，按照你们的经验，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那些挑战，最重要是在什么样的领域，而且在什么样的领域，我们会需要一些立法的角色。 So maybe I will handle the voice to me. Yes? Okay. So the floor is yours, Minister. Thank you. Have you said the question? Can you? 下面有请SLB亚创新和技术部部长Armedi。根据您的经验，哪些您看见这个数字
数字化转型需要哪些技术方面的支持和法律？大家知道，数字转化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旅行，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和有强劲的发展，需要各方面共同的投入和努力。因此，所有的人，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个快速的数字化转型。比方说，在我的国家，第一个发展的战略数字化转型就是2025。这个2025的转型，就是决定我们必须要采取非常快速的、非常坚定的、勇敢的措施，使得数字化转型可能成为成功。如果我们不能很迅速地掌握这些数字化技术，那么可惜的很可能会造成我们不能够利用发展的具体的这个基建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没有基建的保障，我们就不可能有信息沟通，我们就不能有公共网络安全，不能够增加我们的责任和对应对数字的挑战。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缺失法律的一些法规。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我想提到的是，必须要很勇敢地带领数字转化的一个发展。一方面，我们需要利用这个机会；第二方面，这些技术先进的国家应该更加积极地投入和支持。所以需要的是新的思维方式和坚定的积极投入。这些领先技术的国家要能够积极的投入。我们应该记住的是，我们不能够忽视整个生态环境的发展，这也是需要我们一些冷静的看待各方面用户的需求。因此，我希望我能够感受到，如果我们不能够比较快速的、勇敢的面对这些数字化转型，我们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如果考虑到法律方面的一些规定的话，数字化转型肯定需要非常好的生态环境，使得这个企业家能够很好的利用这些机会，需要政府方面能够更好的支持数字化的转型。那么我想再一次强调，这种新的创新的解决方法，也就是法律方面的法规，需要多方面的积极投入，能够在投入新的法律法规的过程当中，能够支持企业的投入和发展。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非常感谢部长非常有远见的关于埃塞俄比亚的做法。部长提到各个方面的积极投入，尤其是在这个2021年互联网的这个大会。那么明年是这个主办方是埃塞俄比亚。下面我们请世界银行的副总裁给大家介绍。非常感谢今天可以参加这次会议。我今天代表欧洲投资银行，而且今天到我们的会议来了非常多著名的贵宾，所以我非常高兴。我可以说，我们欧洲投资银行或者我们整个银行集团是最大多方的金融机构，因为我们在很多领域提供融资，这个包括这个创新、电子化、这个气候变化这等方面，我们都提供融资。我们每年提供770亿欧元的融资。
我觉得这些像今天的这样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现在这个经济复苏也不是一个一定的事情，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会发展的怎么样，而且数字化它会大幅度减少这个大流行病的经济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这又让我高兴，我可以代表我们的集团跟大家交流。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还面临着一些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欧洲和其他重要经济之间的这个鸿沟，就是这个电子鸿沟，而且在不同地欧洲不同的地区，这个数字化过程进度也有所不同。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欧洲的一个看法，但是我知道今天在场的参与者当中也有非常多不同地区的人。我们在这个论坛我们很多次都重复了，电子化是对创新或者对可持续发展一个关键的事情，同时这个数字化转型它需要非常多资金的投资。按照我们的最近的报告，欧洲和其他最重要的经济之间的这个电子鸿沟是每年这个 GDP 的1%，所以在这个资金方面，这个电子资金方面，这个鸿沟是比较高的。当然，我们知道未来对这个数字技术和这个绿色技术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所以如果我们要进行这个数字的转型或者绿色的转型，那我们必须要进行比较大的项目。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国家政府和私立公司之间的合作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因素。当然，数字鸿沟也不是我们唯一害怕的事情。欧盟一直在强调我们必须要评价电子化的程度，就是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行业欧盟之内，因为我们知道在很多地区或者很多行业这个电子化的水平远不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需要在欧盟的不同的地区也需要进行一些这方面的投资。而且我们这个银行集团，像专门在这些在数字化比较落后的欧洲地区，做出更大的投资。现在我们欧洲投资银行跟世界银行，启动了一个大的项目，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可以促进这个电子化转型和绿色转型。你自己已经强调了这个数字鸿沟和这个资金方面的鸿沟是比较大的挑战，所以这一点我完全同意。非常感谢部长，这你的看法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谈到了这个融资的问题，那现在我想下一位Maria Francesca Spatolisamo，他代表联合国秘书长技术特使办公室助理秘书长，所以请你回答一样的问题。非常感谢，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的荣幸，能够和大家一起，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说到一些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多的听众，不光是这个在线的和在场的，在这次开幕式上，
我们已经听到了各方面的一些波兰政府官员的一些建议，我们也听到了我们的发言人和联合国副秘书长说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在机遇和挑战在我们的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当中面临的问题。我们应该记住，对于联合国来说，我们尽力做最好的事情，能够推动在国际的舞台上推动具体的国家利用新的工具，能够使得所有人们的生活水平能够消除不平等，然后呢提供很好的教育，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各地还有存在的差别，有新的技术、新的工具，我们可以面临这些挑战，面临这些能够消除这些威胁，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目的。当然，新的技术可以更加的积极的控制着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包括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全球性的框架。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在不同的地区已经开始。刚才先生主持人提到哪些法律法案是可以执行的，那么现在已经有很多法案已经开始实施，包括各个方面已经开始实行，一方面是政府，另外一方面也私人企业也在制定各种规定。我们问题是这些法规是否是合理的，我们希望所有的人能够可以获得网络上的尊重，包括在线下。现在人们在网上寻找新的就业机会，而且还有其他的经济活动。我们还需要什么呢？需要很好的基建条件。我们需要所有的用户都能够使用互联网，能够利用这些基建的这个通讯设施。我们应该能够确认培训了很多的好的工作团队，使得这些数字化转变能够变为可能。刚才世界银行的副行长说到建议哪些数字化转变当中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很高兴的了解到一些信息，比方说这些变革正在实施。那么法律法规当中，我们应该确认一下什么是很需要我们监管和治理的，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的方面，有的法规法则是国内的，有的是的地区式的，还有一些对于联合国来讲，我们认为新的技术和互联网，这是一个数字的虚拟空间，需要全球的视野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来探讨新的法律法规能够实施，能够在全球的范围能够实施，需要是我们全球共同的合理化的一些达成的一些共识。联合国的副秘书长给大家介绍了发展的方案，数字化发展的方案，大家知道的，这是需要的多方面的合作，能够需要把最主要的战略和愿景能够实施，使得互联网能成为一个安全的、自由的方面。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非常的积极制定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牵涉到人工智能，还有刚才也说到国际通讯组织也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我想加的是，在今年九月份，联合国秘书长在自己的计划当中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在这些方案当中，
可以大家发现最主要的科技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创新的一些重要性，包括以人为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雄心的、非常的有信心的一个文件，尤其是国际化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协议。在下一次的会谈当中，我会说的更多一次。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刚才说到新的规章制度，我们会在欧洲的范围内谈到这些，会有新的法律法规出台，牵涉到数字服务、数字化服务、人工智能，我们还说到经济的自由化。下面请下一位奥利维布伦，法国的数学技术大使，给大家介绍一下。先生有一些比较好的经验，我们昨天已经听到了这些经验和企业家们的合作的经验，我们现在想听您的一些建议。非常感谢。我现在会讲法语，所以请大家戴耳机。那今天我们有联合国接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通过翻译进行，而且这个翻译也是好质量。那如果我们要谈这个数字转型，那我觉得每个人他应该能够将他所有的价值和他所有的梦想就是包括在我们的发展之内。50年前有一些科学家他们想出了网络，当时他们对人类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促进发展的一个平台。所以我觉得网络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共同的财产，这个网络就是完全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要面临一些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当然是这方面的不平等的这个现象，第二个是对 AI 的一个控制问题。我们必须要在网络发展当中保持我们的一些共同点，而且不集中在那些区别。我们所面临第二个威胁，就是网络就是犯罪。有一些国家他们就把这样的行为变成他们的政策。第三个威胁我们不够谈到这点，就是有一些企业家有一些企业的这个工作模式，它就越来越不好。那谁是做出这个虚假信息？这不是一个 AI 或者什么的，这就是一些企业家允许在他们的平台上发表这些虚假信息。所以我觉得从我角度来看，就是对社交平台做出一些规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说如何正确规定这个领域，但是同时保护网络的安全、自由和这个舒适的体现。所以我觉得这些规定，他们必须要考虑到人权，但是他们也同时也必须要考虑到法治。我最终想说一个作家所说的内容，每个复杂的问题都有一个简单的解决，但是这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一般来说是错的。谢谢。Thank you, Ambassador.
So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regulate, but always not to overregulate. 非常感谢法国的各数字技术大使，但是我们不能够允许很多的过多的法律法规，使得科技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滞后。那么，但是下面我们要有请下一位的发言人是 Viktoras Makarovs， 是拉脱维亚外交数字问题特使。下面请您发言。尊敬的主持人，刚才我还想提到一开始您的发言，就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波兰的企业家在这个新冠当中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在拉脱维亚也同样的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是他也有他的好的积极的方面。当然新冠疫情有很多很深的坏的影响，但是这些很坏的影响，如果我们的企业家没有利用这个很好的数字技术来，比方说广泛的互联网的运用，政府服务的大规模的数字化的普及，这之后。当然我们也可以数字化转变，可以更加的向前推动，但是已经很多的事情我们已经做好了，大家并没有在等等，而且是积极的投入了工作，并没有在等待。当然我们还有很长这么一个文件，关于我们将来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创新发展的一个战略，关系到一些最基础的原则，对于经济当中这些数字发展并不是一个空虚的，它是一个在具体的对整个社会起到影响。第一个最大的挑战是真正的利用新的科技技术为我们数字计划提供，我们现在更多的都是利用云技术、大数据，还有这个人工智能，这是我们的挑战。第二个挑战是我们的人力资源，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些人还是人力资源还是非常缺少的，我们没有特别培训好的高新科技人员，我们需要在这方面让他们的职责和能力更加的提高。下一个问题。就是人力资源，比方说获得更多的更多的是让员工能够获得最基本的一些知识，一些最基本的操作知识，不光是这方面，而且还更广阔的方面，比方说他信任他的价值观等等，没有这些最基本的特点的话，新的技术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在拉脱维亚，我们可以说我们有很好的互联网的这个普及，5G 技术在我们这已经进行推广，我们希望这个过程希望更快的进行。在最近的6年当中，我们想获得这样一个水平，就是能够在4个主要的城市可以全覆盖5G 的覆盖。下一个问题就是法令法规的问题。刚才大家已经都提到，在拉脱维亚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并不是欧盟一个小国家，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法律法规能够让能够公平的、有竞争力的，而且这个竞争力并不是有机性的，并没有受到影响，而且给所有的中小企业共同的机会，让他们不会在起步的时候就和大企业产生更多的这个冲突。那么我们还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法令法规，一步一步来，从明年初开始，我们有希望这方面能够法国在欧盟当中开始轮值主席的时候，我们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在这个论坛当中，我们可以
扩展到更多的法律法规能够得到实施。在欧洲的很多国家，比方说很多的法律法规的制定，能够使得经济家能够在经济领域当中很好的工作。我刚才非常高兴听到，就是数字转型创新当中对中小型企业的一个作用，这是应该说比较的缓慢的发展，和我们的愿望有所不同。那么我们会在这方面更加注重，更加关心所有的中小企业能够更好的在新的创新科技、数字科技当中能够更好的实施。那么在好的其他西方国家可以说做得更好。我们已经达到了一半我们的计划。那么现在我们想请我们的技术部门能够给我们放一个视频，这是一个俄罗斯总理给我们的一个视频，下面请大家观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欢迎所有的 IGF 会谈的参与者。我们都知道这个大流行，虽然它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但是同时它在促进这个电子技术的发展，所以对电子技术有对电子经济也有非常大的影响。世界上很多人都使用数字技术，在俄罗斯像这个经济的行业发展得非常快，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化的转型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而且在俄罗斯，我们在 STEM 教育是一个领先的国家。我们的这个软件开发公司发展得非常积极，我们在这方面也是一个出口国家，我们尤其是出口一些技术的服务和软件。这个行业在俄罗斯最近几年增加了20%，所以这一定是我们经济的一个非常积极的部分。而且我们的这个竞争力不断的有所提高，我们也经常进行一些比赛，就对那些最先进对那些落实最先进技术的解决方案的公司，在这个比赛的框架之内，我们跟那些公司提供非常多数额比较大的资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政府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的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在这个领域做出一些明确规定。大家都知道投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投资必须在公平的制度之内进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在世界上必须要有对数字技术的一个共同的态度。通过这个方式，我们对每个用户可以保证一样的权利和义务。从我们角度来看，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解除那些阻碍数字技术的一些障碍。同时我们也想发展经济之内的 AI 使用。当然我们在这里有一些道德方面的问题必须要解决，但是我们在俄罗斯发展 AI 过程当中，我们想把想以人为主，而且我们最近已经接受了一个AI 的法律，这个法律有很多公司和大学支持。在这些规定，在这个法律，我们注重这个透明、信任、责任、可信、包容、安全和保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在国际的这个平台上必须要进行一些国际的法律和规定。
在这里我也想强调，我们很支持这个联合国秘书长想决定一个国际电子契约。这个契约会规定我们所有单位和国家之间的合作，我们支持而且欢迎这方面的对话。联合国已经确认了2025年俄罗斯会接待 IGF 20届，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荣幸，而且也强调我们作为发展技术发展电子技术的国家，我们想保证所有单位国家和行业的代表能有积极参与我们的这个会谈。同时我们也有信任这个今天的会议也会过得圆满成功，过得非常好，非常感谢。感谢总理做的这么好的将来的发展的规划。2025年应该讲，我们在俄罗斯会组织第20届的我们的开始是埃塞俄比亚，然后下一个国家还没有具体的确定。那么在2025年是在我们欢迎大家请到俄罗斯去参加第20届。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企业家对在这个数字转化创新的一些发展的方面。我们想问一下中小型企业在这次数字化创新转型当中起得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他们来最重要的是这个金融的支持。那么金融支持的范围是非常多，而且呢需求也是非常大，而且是非常大，因为这些各个方面的投资、技术的投资、数字化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时间一直非常快的在流淌，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因此我想现在请大家每一个人发言者能够两三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想公开的给大家提一个问题。第一个用什么方法可以鼓励创新企业和中小企业能够推动新的数字创新的技术，哪一些金融资助的模式可以给大家利用，比方说共同的投资，或者是风险投资及风险基金等等，或者是和国内和国外的基金的合作，大家是怎么样对这个想的？那么现在我们请埃塞俄比亚的副总理阿尔丁，非常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发言，感谢大家的耐心。首先我们应该说，今天我们感觉到的创新、数字化创新都是一些创新企业开始创作的，他们发现了发展的潜力和机会。那么我们就应该支持创新企业，从一开始就给他们支持，给他们项目。大家如果来到非洲的话，大家一定会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有很好的创造力，有很多的想法，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支持，让他们能够实现。发展中国家，例如像埃塞俄比亚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他们有很有限的一个基建的支持和资金的支持，而且其他方面也是非常缺乏的。那么在数字发展的方面虽然有一些发展，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面临的问题，我们不能给他们中小型企业创造很多的环境，这是我们的挑战，我们应该能够面对。在公共政府、当地政府和企业方面都应该共同的投资，这是我们的建议。同时我们也认为投资在基建方面的能源方面的投资也是非常重要的，政府应该能够
尤其是在自己的瓶颈投资方面，比方说公司的注册问题、新的创新的模式、新的方法，也是比方说创新基金能够给他们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这样就使得我们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家能够面临挑战，创造更共同创造数字的这个空间，当然也需要一定的法律法规的支持，当然没有这方面我们是开展不了的。那么公共企业政府方面需要考虑的是各种各样的支持，和尤其是在金融方面的支持，税务方面的支持，也可以考虑投资支持的政府的支持。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些人有非常好的创新的想法，但是他没有资源、没有资金，这些问题也是希望中小型企业和风险资金能够支持他们，让他们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在私营企业方面，应该和公共事业单位合作，创造新的一个解决系统，金融和法律方面的这个方面的支持，能够使得企业家实现自己的经济梦想。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创新是数据的创新。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数据，这是一个像今天的石油一样重要。这些数据是我们的资源，真正的资源，宝贵的资源。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工具来够使这些数据能够收集、处理和储存，对国家提供很好的帮助。这些合作需要各个方面积极的参与，而且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正确的心态，而且是非常开放的、非常的公平的、明确的。这些数据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需要处理的时候需要非常的透明。很多的企业有公共企业和私人企业都在收集不同的数据，这些数据收集的都是用传统的方法，而且有数字的方法。那么这些数据需要有效的保证，使得他们能够安全、很好的利用和处理，必须要在一个透明的、公正的环境下使用，而且需要一些使用和传统的数据有不同，那么需要政府方面更加投入和更加的努力，尤其是一些公共的数据，可以使得大家为我们的国家更好的发展。最主要的基础的是我们的数据能够公开，大家都能够使用，可以说有创新思维的企业都可以去使用。还有30秒钟，希望说一点，简单说一下金融支持。如果说到金融支持的话呢，我想在发展中国家，资金支持的话是尤其的重要，而且非常感兴趣。我想刚才已经说到，所有的金融支持的模式都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挑选各种各样的方案可能性，希望能够有创新的企业能够选择自己最适合的方式。像在埃塞俄比亚的情况下，所有的资金模式都是需要的，都是值得挑选的。尤其是创新企业，他们经常会有问题，这就是资金方面不可能允许他们展开自己的翅膀发展。那么我们就希望有非常开明的支持的金融方案。谢谢。非常感谢。这个投资的问题我们有可能在后续再讨论，如果时间允许。那现在我想请Teresa Czerwińska，欧洲投资银行副行长，所以现在想请你介绍一下你的看法。非常感谢。
我自己实际上我想开始的地方就是钱方案者所接触的那个地方，就是融资。所以融资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在企业不同的发展的阶段需要不同的融资方式，在开始是不一样，在这个后续的发展当中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我完全同意，我们需要足够的政府机构参与，而且这个法律决定者他们必须要参与那个过程，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为提供一个合理的融资方式，能够促进这些小企业、微型企业和创始公司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风险分享的这个机制，我们现在有一些困难，但是这样的工具是非常值得发展，因为通过这些工具，我们可以为那些最需要支持的公司提供支持。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领域，这个融资鸿沟是存在着，而且这个大流行病的时候，这个鸿沟越来越大。我们这个银行集团所准备的产品有多种多样，所以我们提供的方式是非常多样化的，但是。 一个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提供自己的融资的同时，我们把它们就是连接跟其他的市场的融资工具在一起，比如说跟一些资金市场的工具或者欧盟的补贴等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保证每个融资方式它适合具体的项目。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地方就是说，我们准备我们客户，教他们应该如何准备他们的项目。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我们所以说，我们所提供的这个服务是从头到尾的服务。我们在开始教他们如何准备他们的项目。 之后，我们提供融资，而且然后我们也在管理这个项目的发展。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想说，我们去年对小企业家的支持，就是企业的数量达到42万，所以这是比较大的数字。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说这个。 这个经济的这个部分，他们雇佣非常多的员工，所以说我们花那么多钱支持他们是非常好的。每年我们花310亿欧元支持小企业，所以我觉得这个对。 微型和小型企业和这个创始企业的支持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不只是大的对大公司执行支持，也是给小企业。非常感谢你的看法。那现在我想问Francesco Maria Francesco Spatoliano 回答一样的问题，所以说，那这个创始企业或者微型企业，他们是否已经受到足够的支持，还是在这方面还需要下功夫？非常感谢你让我这次的发言，刚才已经说到的一些事情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创新企业、中小型企业，而且是微型企业，都应该。 有这样的意识，哪些新的利益可以从全球的互联网的使用当中获得到什么好处？那么我们应该给他们保证他们的接入方法，就是他们有机会进入互联网世界，至少在。
95%的人类应该说可以利用利用这个互联网。但是最近的一次发表的报告当中说，我们还发现有将近30亿人还没有连接到互联网，没有共同的机会和能力发展。我们应该提高我们的意识，提供更多的培训，尤其是在这个数字技术方面，使得这些人，也许这些人将来会成立公司，同样能够更加勇敢地在网络里进行自己的经济活动。我们希望这个缺失能够更加的缩小。这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那么中小企业的互联网的这个使用，他们是否能够有这样的费用可以来支持？在这里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支持。下一个问题就是金融模式。我想简短的说几句。肯定在有些国家资金的使用，尤其在这种风险较大的投资当中是可能的，而且是比较容易能够获得这方面，能够使得创新企业能够很容易的起步。比方说这个风险基金比较普遍，容易获得。我们可以发现这方面有很大的增长，这方面的投资可以达到能够达到5800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力。那么在这些其他的一些比较不太容易获得这方面工具的时候，金融工具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有很方便的容易，这就需要公共的银行和政府能够提供。那么我说的是，或许我们的比较教条的一种方法，我很多年工作在欧洲议会，如果我这样说的话，主要是我们需要更加勇敢的承担风险，让我们能够更勇敢的做一些决定，也许这样会为一些中小型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这是需要私人的投资可以和政府方面共同的来进行这方面的投入。我想必须我们值得更加积极的主动的推动在这方面的发展。非常感谢。在波兰70%的投资这个创新风险投资都是从波兰国家的基金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支持，不光是在开始的创新风险投资，而且在以后的发展过程当中，中小型企业能获得更多的支持。下面我想请我想请大使先生给我们在发言。同时我现在同时说，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法国非常重要 Divatech 一个地方非常重要的一个论坛，也是说到如何能够金融方面的支持为这个数字创新的改革。那位女士部长她强调了，首先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基础设施的问题，所以在那些发展中的国家，这个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使用网络。我所说的只是一个开放的网络，不是那个闭锁的网络，所以我所说的是那个。不需要任何许可的网络，而不是说那个受非常严格的限制的网络。
所以从这个网络角度来看，一个重要的事情也是银行的参与或者融资。实际上，这是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我们在法国，甚至在欧盟，我们的一个方式，它是也是使用国家的支持。我并不是说国家是一个风险基金会，但是我们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就是专家的支持。我们目前在法国有很多创始企业，但是他们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规模，像那个医疗的这个规模。所以这样的公司他们所需要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我们知道那些小型和中型企业，他们提供最多工作职位。这些小和微小公司他们并没有钱雇佣员工或者专家来帮他们就是收到一些融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过国家就是支持向他们提供这样的融资。非常感谢，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我也想给你举一个波兰的例子。我们目前在引进欧洲好像最大的这方面的项目，叫做欧洲就是开放教育网络。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想把30,000学校连接到高速网络。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给创始企业也想提供这个宽带网络的接入。所以现在我请Viktor Makarov 先生，你问了我们如何能够鼓励创始企业做出创新。那我觉得我们并不需要鼓励他们创新，我们更需要的是鼓励人就是成立这样的创始企业。所以我们的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老百姓他们是否想要成立这样的公司。那在拉脱维亚，我可以比较骄傲的说，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大的部分想要作为这个电子技术的一个部分，他们想在这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我们是需要为他们提供一些足够的条件。所以说我们需要为他们提供正确的一些政策，正确的一些法案，通过足够的这个资金补贴，我们可以达成这个目标。所以在拉脱维亚，我们所做的是欧洲的一个基本模式，这是所谓电子创新中心。在这些中心，企业家可以在这个电子经济方面受到支持，而且他们也可以同时也学习一些电子的解决方案。这个项目是在这个中央政府的治理之下进行的。如果我们谈融资的问题，那我坦率地说准备这次会谈的时候，我自己跟这个 ICT 行业的一些代表公司做过一个咨询，所以他们最经常所说的这个陈述，他们表示最重要的是投资者的支持，但是一个有合理的支持。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有多种做法。那些小企业家他们经常对那些融资的
就是那个融资接受能力是更高的，但是这些创始企业他们有比较有限的这样的能力。你们所提到了这个高风险的融资，那这个对创始企业来说，这样的风险融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金来源。 所以，如果我们谈立陶宛的企业，他们实际上不想这个外国的公司投资，他们所说的是有机发展，所以他们想以比较独立的方式发展他们的业务。当然，他们都是用这些欧盟的补贴。 但是这是另外一件事，所以我大概说到这儿，谢谢。非常抱歉，这个时间有限，所以我们那我希望我们可以再继续。那我们最后一个部分是一个自由表达。 那么下面我们想非常简洁的说几句，一个总结性的30秒、60秒的总结性为大家做一下。下面我们请部长先生说一下一个事情，我需要增加的是，我刚才没有说过，埃塞俄比亚政府不久前推行了一个国家创新基金。 国家创新基金有不同的投资的方法，比方说，这个风险投资、私人投资资金等等。首先是，那么尤其是在后一期的投资起到很大的作用，因此，这就会使我们能够尽量的保证。 在国家在一开始的创新起步的时候，能够和商业银行和国家银行都能得到资金的支持，因为我们将会成为下一届互联网治理论坛的国家。那么，我想邀请所有人都能够来埃塞俄比亚参加下一届的论坛。 我想我们应该明年能够做到。下面我们请欧洲投资银行副总裁、尊敬的各位朋友，欧洲投资银行完全的考虑到数字创新的优势，在我们整个新冠瘟疫当中得到的这个机会，这是一个。 全面平衡发展，今后10年的一个主要保证，没有数字化的创新和改革，世界已经是成为一个数字的世界。那最近的以后将来的很多年，我们会集中精力来确认和测量和做数字转型的一个汇报。 欧洲投资银行全面的支持，各个方面的数字创新的差距。我们的支持包括各个方面的主要的科技公司，在2020年，我们已经在投资方面。 一些独角兽公司、创新公司，我们知道在这方面共同的投资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好的就业和生活水平。下面也喜欢非常简单的帮你，大家都知道，联合国机构已经保证数字。 创新和转折，发表了很多的计划，尤其是联合国副秘书长推广的一些规章和发展战略，包括在这次
联合国的峰会当中，我想说几句全球的这个互联网联盟，这是一个 Global Digital Compact 的这么一个联合宣言，在这方面已经确认到开放的公共的数字空间、互联网空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空间，这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多次确认互相之间我们的承诺，是为了改变、改善全球的互联网利用。我们不希望任何人能够失去这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在各个方面利用数字空间作为一个全球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知道这些规章制度和人权的尊重是在数字空间当中非常重要，不光是在线下。我们也强烈的反对各种各样的网络的虚假信息和一些违规的做法。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国家能够积极的加入我们共同的这个宣言。联合国肯定是一个最好的我们探讨的一个地方。下面请大使说几句。其大家认为整个世界大家能想象到现在没有 Linux 没有 Wikipedia 这些公司没有在网络所曾出现吗？我们可能想象不到，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支持和鼓励作为我们共共的财富，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利用。当然我们的开放的空间也是非常重要的。把个马卡洛夫先生，今天我们说主要的是谈到拉脱维亚的一些项目。我们说我们积极投入全球和国际的合作，在尤其是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和介绍下，能够在这个新的生态环境当中，为获得更多的更全面的发展空间发展提供我们的支持。我们会分享我们的技术和成果，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支持联合国的一些规划，这是关于到空间安全和新的创新技术和网络治理。最后我想强调网络治理，这是对人类最重要的，是对人的尊重和对人权的尊重，要不然这是整个发展是不可能的。尊敬的各位来宾，最后我再说一句，有一个事情是非常确定的，数字的创新和改革一定会继续，我们应该更加的有弹性，能够获得更多更新更好的知识，有用更好的法律法规能够促进数字化的转型。感谢大家的发言，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自己的一些论点。非常抱歉我们的一些迟到，我想大家应该感到是值得的。感谢大家的关注，祝各位在这次峰会当中获得更多的成果。感谢大家。